曾经有人问金庸先生，人生应当如何度过？他回道：大闹一场，悄然离去。如今斯人已逝，但他留下的武侠经典，即便写取寥,寥寥数语，都耐人寻味，动人心魄。读懂金庸先生最经典的八句话，便能看透世间百态，体味人生真谛。做人要能瞎蒙就瞎蒙，生活尽量放轻松。《鹿鼎记》：人这一生难得糊涂，是人是事。 事情何必太懂，何必太清，何必太真？对人对事，心态要宽松。大代理既有言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”过于精明就不容易交到朋友，过于清醒就难得享受快乐。何不如像韦小宝，轻松游走在各色人等之间，九五至尊，贩夫走卒，插科打诨，嘻嘻哈哈。大事讲原则，小事懂糊涂。面对大是大非。 义字当头，冲锋陷阵，绝不含糊；面对鸡毛蒜皮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得过且过。即便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。心胸开阔，难得糊涂，才能活得潇洒和轻松。讳疾避伤，情深不寿，强极则辱。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。书见恩仇录。常言道，物极必反。倘若一件事物发展到了极点，就容易向相反方向转化。 做人做事何尝不是如此？过于聪慧，容易受到伤害；用情太深，容易影响寿命；过于要强，容易遭受屈辱。明朝万历时期，学识渊博的张居正身为帝师，高居内阁首辅之位，权力到达顶峰之际，其父不幸去世。按照祖制，他理应立即辞退官职，回家为父守丧。但他却被权力迷住了双眼，即便世人议论纷纷，依然贪恋官位，不愿抽身而退。 等他死后，终因权力过大遭人嫉恨，家被抄了，财产被没收，家人被流放。要知道，真正成熟的人会用适度的心态去面对一切，懂得适可而止。可惜的是，总有一些人自以为是，自以为强，最终盛极必衰，过犹不及。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。与其等到大厦将倾，何不适可而止？花看半开，酒饮微醺，才能得其真趣。 男子汉大丈夫，第一论人品心肠，第二论才干事业，第三论文学武功。《天龙八部》人与人交往，始于颜值，敬于才华，忠于人品。人品是一个人一生的通行证，也是一个人最硬的底牌。人品过硬，即便能力稍弱，才学稍浅，依然光芒闪耀，为人所尊重。相反，如果心术不正，人品欠佳，即便起点再高，大家仍会敬而远之。 必之，唯恐不及。《天龙八部》里，慕容复一出生就躺在了很多人一辈子难以企及的终点。不但家族声名远播，富有威望，而且身边佳人相伴，志得意满。可惜的是，为了求娶西夏公主，他甘愿抛弃青梅竹马的表妹王语嫣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他又不惜拜恶贯满盈的段延庆为义父，百般算计，千般筹谋，最终众叛亲离，得不偿失。 人生到最后拼的是人品，品行端正，厚德载物，才能花开富贵，幸福常在。是非只因强出口，烦恼只为强出头。笑傲江湖，有句话说：不逞利口，不论人短，出口伤人，易惹是非；勉强出头，自寻烦恼。认清自己的能力，管住自己的情绪，才能荣辱不惊，笑看庭前花开花落。倘若盲目好斗，出言不逊。 就容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南北朝时期，北周将领贺若敦多次带队出征，战功赫赫。让他郁闷的是，身边很多同僚都被封了大将军，他却没有加官进爵。于是心怀怨愤,愤，在朝廷使者前来慰问之际，贺若敦气不打一处来，对着使者喋喋不休抱怨，闹得人尽皆知。进宫宇文护得知后大怒，急召贺若敦回朝，最终逼得他自杀谢罪。说话。 当有分寸，遇事当懂冷静。任何时候，人都应当有自知之明，绝不能争强好胜，逞一时之勇。只有始终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少计较是非，多干点实事，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行稳致远。提及不稳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肉到肥时方恨多。《鹿鼎记》网上有人问：你见过最不求上进的人是什么样子？高赞回答是：他们为现状焦虑。 又没有毅力和决心去改变自己，身边总有一些人一边抱怨读书少，一边焦虑肥肉多，但从来不采取实际行动。少有人走的路告诉我们，自律是解决人生问题最主要的工具，也是消除人生痛苦最重要的途径。自律的人才能越活越出众，越活越潇洒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位围棋大师收了两个徒弟，其中徒弟甲天资愚笨，徒弟乙却头脑灵光。 但徒弟甲自知资质欠佳，总是每天坚持钻研棋谱，从不断绝；而徒弟乙却常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一天两天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变化。十年后，徒弟乙只是一个普通的棋手，徒弟甲却成为一代棋圣。自律者出众，不自律者出局。只有时时自律，持之以恒，才能活成骄傲的模样。人家心中想给你，你不用求。 人家自然会给你，人家不肯的，你便苦苦哀求也是无用，反而惹得人家讨厌。侠客行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强求的关系不牢。无论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，你情我愿，彼此舒服才能久处不厌。倘若需要费力维系，刻意讨好，终究难以持续。金庸先生笔下，令狐冲在别人面前始终潇洒、幽默、自信，可是一见了小师妹。 他却仿佛换了个人，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。嵩山上，一群江湖英雄在认真商讨五岳剑派合并之事。令狐冲却只顾盯着早已嫁为人妇的小师妹，甚至还看得吃了。为了讨好小师妹，令狐冲还故意败在他手下，挨了重重一剑，卑微若此。在小师妹心里，最爱的却始终是林平之。相处的时候，如果只有单向付出，时刻都要小心翼翼。 终究只会花开两朵，天各一方。正如作家苏岑所言，如果一段感情、一个人得让你耗费巨大精力来取悦，这已注定不是能陪你到最后的缘分了。合则来，不合则去。与其委屈自己，费力讨好别人，不如好聚好散，用心活好自己。佛由心生，佛即是觉，旁人只能指点，却不能代劳。天龙八部，路自己走，才能越走越开阔。是。 自己干才能越干越熟练。俗话说得好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自身。遇到事情，别人固然可以帮你一时，但终究不能帮你一世。在这世上，没有谁是谁永远的避风港。与其等待别人给你撑伞，不如学会自己打伞。三国时期，刘备的儿子刘禅被立为太子。年少时的他，父母疼爱，属下能干，他就以为哪怕天塌下来，也会有人顶着。 刘备托孤诸葛亮后，诸葛亮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这让刘禅更加有恃无恐。直到诸葛亮逝世，失去依靠的刘禅最终投降，被世人讥笑为扶不起的阿斗。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。倘若一味将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，只会沦为巨婴，最终自尝苦果。遇到事情靠自己解决，方得成长；面对苦难靠自己应对，方得甘甜。 自己强大，才能一往无前，所向披靡。一个人千辛万苦的去寻求一件物事，等得到了手，也不过如此。而本来拿在手中的物事，却反而抛掉了。笑傲江湖，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行走世间，我们会遇到很多人，见到很多事。倘若总是对已经拥有的东西视而不见，对得不到的东西痴痴追寻，就难以感知身边的幸福。放下欲望，珍惜当下。 才是人生最好的活法。《笑傲江湖》里，岳不群身为华山掌门，吴柳须、冠玉面，在别人眼里是个神仙般的人物。更幸运的是，他还拥有贤淑的妻子、可爱的女儿、孝顺的徒弟，一家子其乐融融。但辟邪剑谱的出现，却勾起了他内心无穷的欲望。为了得到这本武林秘籍，他不惜让女儿和徒弟们冒险去福威镖局窥探。后来。 他又千方百计设法从女婿林平之手里夺取剑谱，好不容易得到以后，他甚至不惜挥刀自宫。最终，他如愿以偿成为了武林盟主，可代价是家庭破碎、内心扭曲、健康受损，往昔幸福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。正如《长诗神曲》中所言：“盲目的参与煽动着人们，到后来却永远使人们受着酷刑。欲念越多，快乐越少，珍惜拥有，方得始终。” 删繁就简，知足常乐，才能在无常的世界收获内心的安宁和丰盈。八句经典，字字珠玑，说尽人心，道尽人性。如果说人生上半场拼的是出身、学历，那么人生下半场拼的就是格局、视野。有道是：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